人物艺术制作，主持人永博以及电波里发展促进会。电波点唱机 ，Check it out！Hallelujah！ 欢迎来到动漫，我要听。六月的第一周就要给大家满满的音乐响宴哦！除了每个月一次的电波点唱机，今天的Nakashi单元将奉上燃到爆炸的乐团五马宝贝。又到了每个月第一周播出的电波点唱机，大受好评哦，欢迎大家，我是永北啊，在现场陪伴大家的李明友，我要全力使人腐化，不对了，是全力请大家点播。晚安，我是丹妮。一曲率真的热情可以点燃暗夜中的孤寂，安安，我是卡鲁。心动不如行动，快快点播，让我们为你大声告白吧。大家晚安，我是 Melon。 没错，不管你是假文青还是耍中二，或者是想表白想呐喊，都欢迎大家多多的点播。为什么刚刚大家要笑？因为你那个很欠揍，我只好用尴尬的笑声代过。好了，马上来听听哦，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所点播的歌曲。好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听众为什么点播都没被点到孤单寂寞觉得冷的 Como 所点播的。对啊，好烦恼。对，他点播由 Watermin 所演唱的 Owaranai Monogatari。 Como 大大，我们绝对不是故意没点到你的，实在是因为每个月节目都只有五首歌的额度，原本就已经抢破头了，除非能够把推荐理由写得让人垂涎不已，才有机会让你的点播雀屏中选啊。没错，孤单寂寞的 Como 今天的点播理由就很对我的胃口、哦、除了强调希望可以推广更多人喜欢上沃塔敏之外，也非常激动的表示我想听女神沃塔敏唱歌啦，怎么最近都没听到有人点括号哭哭，所以我决定来点歌括号决心强大擦滴滴。天哪，科莫我懂那种为了自己的菜奋力向前冲的心情，跟点歌的冲动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也懂。而且科莫后面还有一段话，他说这首是收录在 Cheerful Voice 沃塔敏专辑当中的原创曲，词是沃塔敏自己写的，自己写的括号因为太重要了所以重复三，简直是美声加美词啊。嗯，虽然呢我们常常接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点播 Nico 歌手的歌曲，但是啊因为有的时候是同人作品或者是翻唱的作品，版权归属呢就比较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点播。不过这次孤单寂寞觉得冷的 Como 可是点播了一首由唱片公司正式发行的歌曲，所以我们就放心大胆的为你播放了、yeah! 对，马上来欣赏这首由 Watermin 所演唱，收录于他在去年年底发行原创曲专辑 Cheerful Voice 当中的 Owaranai Monogatari。 谢谢 Como 的点播。接下来是由喵喵所点播的嘟啦啦啦无头骑士异闻录第一季动画 OP2， 由 Lucas It's Punk 所演唱的 Complication。 喵喵说无头骑士异闻录的歌真的非常好听，大推荐，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最好听的主题曲。七月的时候动画第二季的后半段也要播出了，请大家准时收看哦。耶、yeah, 我也很喜欢嘟啦啦啦，他的原著小说就是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好像第三集还是第四集的时候曾经稍微提到的 Bacano 大骚动的作者成田良悟写的哦。我觉得成田哦真的是一个非常擅长把故事的时间顺序前后乱掉，却还可以让读者或听众充分理解各个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一位小说家呢。嗯，对，比方说剧情真正的时间顺序可能是 ABCD 嘛，可是他会故意先讲 B 然后再讲猪、啊、我讲猪啦，对对，你就根本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从就是演变到 B 这个情况、嗯、也不知道 B 到猪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他这时候就会再回去讲 A， 就会让人有种、哦、恍然大悟的感觉、嗯、然后最后再把故事停在 C， 观众既能了解 B 到猪之间发生的事情，又能知道结局之后发生了些什么事、嗯、诶，看起来你们好像都很熟嘛，是不是、嗯、而且啊我们也还没有做过无头骑士异闻录的里长博报告呢，不妨呢、你们下次就来做个专题哈，既可以满足私心也可以顺便推坑啊，是不是、嗯、对啊对啊，而且我们很多里明都看过嘛，到时候脚本我们互相 cover 一下就好了，是不是、啊、真的、啊哎、可是我只看到第一季的第八集而已。哎，你不是说你看、我只看了两集、啊、跟你不是说你看完了吗？因为
为那个时候有工作进来，就先搁着没继续看了。为什么？那明明就可以很顺一直看下去。哦，你还好意思说？我颜值罪借给你，你给我拖了多久才看完？不好意思，暂停一下。所以你们到底是看完没有？我看完了，我还没。那就交给卡洛。好了，我知道呢，你们只是在正常的能量释放而已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是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来听歌好了。马上就来欣赏这首《无头骑士异闻录》第一季的 OP2 Complication。刚刚听完了喵喵点播的歌曲，我来看看哈，接下来又是哪一位听众的点播？我是便便的排排，哎，天哪，便便的排排，这个昵称也太奇怪了吧？永博不是便，是傻瓜的傻啊，我是傻傻的排排，拍谁拍谁，傻傻，本博老花了没看清楚了，拍谁拍谁，不然说我一开始也看成便便。我也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了，我是傻傻的排排，点播的歌曲是《排球少年》动画的 OP《Imagination》。什么是《排球少年》啊？天啊，我已经隐瞒很久，其实我超爱《排球少年》的。你有隐瞒？你有隐瞒吗？其实完全没有隐瞒过。是啊，对啊，不是，不是我要说，可是《排球少年》真的好看到原本超级讨厌排球的我，都跑去看日本春季高中生排球大赛了。好了好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继续发病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我是傻傻的排排的点播理由吧。哎，他指名要大奈来朗读。哎，哎呦，好骄傲！就让我来为你朗读一下。我又想用尴尬的笑声。好，正常。排排他说，在看《排球少年》的时候，我真的是越看越热血啊！主角日向翔阳，小时候因为看见屋野高校的小巨人打排球的英姿，而从此迷上了排球。我希望我也能够像他一样，对自己喜欢的事物一直坚持下去。我想帮排排补充一下，小巨人和日向一样都是矮个子，但是呢，卓越的跳跃力和存在感让他成为队伍的主力。日向自从那天被电视上小巨人打球的模样吓到之后，就开始打排球，目标是成为像小巨人一样的球员。没错，这就是故事的开始。之后日向在比赛遇到竞争对手，接着升上高中后又加入排球社，和队员一起经历挫折，一起成长，不少片段都让人看得好揪心哦。而且排球少年的 OP 跟 ED 都超级好听，歌词也非常热血青春，可惜没办法介绍太多。总之排球少年真的很好看，大家赶快去看，而且今年秋天还要出第二季了哦。好久好了好了，我们录音室哦，其实离仁爱医院还蛮近的啊，或者你们想跑远一点到台大医院也还算方便等下录完音你们要不要自己去一起看一下医生啊？祝我是便便啊，不，我是傻傻的排排，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哦。一起来欣赏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歌曲吧。现在听到的是动画《排球少年》的 OP Imagination。豆泽，闪开，让专业的来 ACGN 的疗愈时间，待会回来。欢迎回到动漫我要听的节目现场，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波点唱机。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听众加7777的点播。哎，你们不觉得现在我们的听众昵称都取得越来越有趣了吗？刚刚有便便，现在有数字啊。永博那不是便便啦。好，对啊，傻傻，对，是傻傻，对。而且啊，他想要点播库洛魔法使的 OP 或 ED 耶。终于有人可以让我名正言顺的发出了。不瞒各位说，我已经想听这首歌好久了，那就是库洛魔法使的 ED 3 Fruit Candy。谢谢加七七七，把选歌大权交到我手上，你人真的好好哦，谢谢谢谢。你要称赞人家，还把人家少念一个七啊，真的七七七七七。对，好了啦，这一趴哦，也没那么多时间让你发神经了。好，阿星来，请你赶快念念我们听众朋友们他所点播的理由吧。好的。看来加七七七七也很喜欢库洛魔法使哦。他说虽然是日语，但是小时候都还会跟着喝。我也是擦滴滴，而且他还在备注栏写着爱你啊。是爱谁？难不成又是一个闪光告白？他没有写爱谁耶。不过啊，我大胆猜测，他应该蛮爱我们电波里的，因为呢，他后面也写了，我在苗栗收听，要网络好不方便。不过九月大学就要到台北了，会继续支持的。哇，谢谢你这么支持我们呢，希望你会喜欢我选的这首歌哦。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听着歌曲。哼哼唱唱咯，感觉激动的。对，太激动了。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Fruits Candy。 TikTok 可以吧？好了，听歌。啊，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最后一首点播了。是哪一位听众朋友们被选
哎，我一直讲听众朋友们哈，是哪一位听众朋友被选上了？哎，啊，最后一位被选上的听众是月奖，他想要点播的歌曲是《星际少年队》刮胡无人获星 Survive 的 OP《僕らの Message》。这部作品很特别哦，我们就先来说一下他的备注。他说啊，不在名字后面加夸胡做备注，好像会找到另一部影片的样子。没错，的确是会出现另外一部同名作品。不过我们也发现该部作品有个别名叫做《星球流浪记》。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上网搜寻详细内容的话，不妨输入《星际少年队无人获星》或《星球流浪记》来查询哦。嗯，接下来呢要分享月奖的点播理由。他说，记得以前都是拉着弟弟看的，播出时间刚好是在睡前，因为房间里有电视，好好哦。所以呢，好羡慕，对，好羡慕。所以他和弟弟都坚持要看完才肯熄灯睡觉呢，哦，感觉很好看的样子耶。嗯，这部动画故事是在描述22世纪的未来，一群国中生参加学校的太空旅行时，所乘坐的太空船被迫降落在一个不知名的无人星球小岛上，因为无法发出求救讯号，被迫留在那星球上为生存而奋斗，互相扶持的故事。嗯，听起来好像是个感人的故事哈。嗯，难怪月奖会坚持看完才要睡觉啊！真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没错。嗯，在单元最后呢，也要欢迎大家持续到我们的 FB 粉丝页，透过电波点唱机的 Google 表单来投稿，我们很期待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情点滴哦。嗯，那就请听由 Kilolo 所演唱的《僕らのメッセージ》。